庆幸福空间十周年，使用幸福经纪人免费服务，还能获得幸福金装修折扣5%到10%。全台湾的设计公司、桶包公司或者是软装公司，只要是合法立案，没有重大的司法纠纷记录，没有财务不良状况，都可以使用幸福金计划以及幸福经纪人免费制度哦。还在等什么？赶快上幸福空间网站查询吧。有越来越多的屋主有两代同堂的需求，不过如何掌握家人之间的隐私性，同时又保有彼此自在的舒适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开心找到实用住宅改造达人建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案例哦。两代同堂的大坪数空间，屋主特别在意家人间的隐私性，建制要如何整合格局配置，才能兼顾家人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保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喜好呢？建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案子啊是两代同堂的案件，那两代同堂屋主在一开始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吗？主要他这个空间呢是一对夫妻，然后跟他年轻的小孩，还有他小孩的太太，对，觉得两代之间要住在一起。是。那因为平常他们都工作很忙，所以他们希望说回到家里面，其实在这个餐厅吃饭的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因为屋主跟我说，他说，他们坐在餐桌上时间会比较久，因为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可能会聊聊天啊，会。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一个时间哦，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发现就是从餐厅会看到主卧室的门，还也会看到长辈房的门。那因为一般我们在家里都会把房间门打开嘛，对。那房间门打开会产生一个通风的效果，可是又不想要在所谓的公共空间、餐厅或厨房的空间看到房间的门和看到里面的床，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上面就尽量去顾及到这个隐私性的问题。确实耶，因为原本的格局啊，这样推开门会觉得空间好像特别的辽阔。所以想问一下建制，在我们空间上面你怎么来做规划呢？当我们刚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从大门一打开，它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公共空间特别大，而且从大门打开会看到主卧室的房间门，而且也会看到这个厨房的房间的门片这样。所以在空间当中，我们先形塑一个所谓玄关的空间，那玄关空间它本身也要有足够的收纳量，然后再来就是完整的一个餐厅空间，因为餐厅我们是一个圆桌的设计，那在餐厅空间当中呢，要有一些展示品，还有一些物品摆放收纳的地方，那它连接到的所谓的厨房跟这个吧台的空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常是开放式的连接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空间很大，也希望在餐厅的侧边能够引进一些光线，所以在这个地方也都做半开放的一个设计方式。是在格局这样稍微的调整之后，会发现整个动线其实是更加的顺畅了。那想问一下建制，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的风格还有材质怎么样的做运用？好，在这个风格的掌握上面，我们是用现代的风格。那在现代的风格里面，其实其实设计面很广。那我们是想说，因为这空间当中，我们要设计一个所谓神明厅的位置，因为屋主本身是企业家，他很重视这个神明桌的这个摆放的位置。那因为神明桌基本上我们做的是深色，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因为空间也够大，所以有黑色的元素，加上一些木皮的比较休闲的材质。那黑色的元素的表达方式，除了铁件之外，还有镀钛的材质。还有一个黑色的石材去做一个比较基底的颜色，那搭配比较休闲的木皮的方式，整个融入在当中，我觉得是一个蛮大气的一种设计方式。两代同堂的情况，屋主最在意的问题除了刚刚建制提出的隐私性之外，还有什么需求要安排的呢？刚建制有提到啊，因为两代同堂的关系，所以家里会有神明厅的需求。那也因应神明厅的位置，所以在玄关上面的设计好像也需要特别的去做规划。对，那因为这个空间就是屋主有放神明厅的需求，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屋主，假设你的空间的设计当中哦，你一定会有个神明桌，肯定是要在设计的初期，也就是平面图都还没有想好的时候，你就要先想好哪个地方最适合放神明桌，那其他的设计才能够发挥出来。那当然呢，我们在做平面规划的时候，其实这神明桌的位置刚好可以面向户外，好，然后再来就是说神明桌后面有做石墙嘛，那石墙的后面呢本身有个空间，就可以多加来利用，像我们这边就用了一个所谓的自写空间。是，而且我发现这个收纳的空间呢，里面推开之后啊，还有一个矮柜，你可以坐在那里换鞋子，
鞋柜还做镂空的。对，也是因为这个墙的后面是神明座的关系，所以我们把鞋柜做在不是神明座的那个墙面。然后这个地方特别的地方是说，我们做横拉门，而且可以注意看到这边其实是用系统柜。用横拉门的方式其实很干净。那悬空之后，下面有一个灯光嘛。平常你常穿的鞋子其实就可以放在下面啊，就也比较通风。对，包含我们在收纳柜出来之后啊，那个整面的墙面用的是大理石，这除了风格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考量？因为主要是说玄关，我们希望营造出一个大气的感觉。那地板我们用比较现代的手法，用一些切割的线条，跟一般古典常看到的那种玄关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墙面的部分，我们用石材故意做一些造型，至少在使用上面就是说墙面比较不怕脏嘛，同时又兼所谓的玄关的造型墙的部分。另外我要特别一提，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玄关是一个落枕区域，那在衔接客厅的这个中间哦，这个衔接点我们有做一个收边条，那这个收边条本身就是刚好可以界定说，玄关是一个落尘区，希望这个灰尘它不会飘到所谓客厅空间来。是，而且接到客厅呢，最大视觉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大的电视墙柜。那其实因为它的墙面很大，可是你给人感觉不会觉得很厚重，反而带给大家的感觉是很轻盈的感觉。对，因为一般我们知道电视墙，大家很习惯就是一整面的石材墙面。那我首先要先确认你电视的大小，是，尤其在做电视主墙的设计规划，像我们这个电视高度设计在这边，那我们希望它上面留一点边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视的设计的上面没有这个边框，那个设计感它就会少了一个很完美的比例。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石材的墙面我们在右侧有做一个镂空的设计，这个地方放玻璃，它视线上会有一种穿透的感觉。对，然后它的左侧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凹洞，这个地方可以摆饰品。譬如像屋主这边放一个比较金属的一个造型在这边，你可以随时去做更换。对，说到这边这一块，会觉得它好像是有点多出来延伸的一个区域，而且它还是做悬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如果这边做整面的主墙，我觉得其实太死板，所以在整体的宽度上面，我们希望它跟沙发整个做对称的。那特别一提就是说，这样的石材的，它本身是纹路是没有方向性的，所以在做切割的时候，我们特别把它的纹路切割来做不规则的一种拼贴的方式，希望这样的一种感觉是比较休闲的。那这个机柜是内缩在这个墙面里面，就不用再做一个凸出来的电视矮柜，我觉得这样行走动线上面也比较顺畅一点，比较方便。是，而且上面这个线条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对，因为这个线条也刚好是有效的阻隔整个空间的一种透视感，就微缩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客厅的空间，而且这个线条刚好跟神明座旁边的呼应的颜色是一样的。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电视墙的部分，它的背后其实这个厚度可以做一些收纳柜的，所以在这个最上方这个柜子整个打开来，其实这个线条本身隐藏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收纳空间。那在下方的部分，我们就是用石材搭配铁件，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用铁件去拉一些线条。铁件背后本身它有一些文化石，那这个文化石我们有打灯光嘛，刚好也可以摆一些展示品，至少让这个多功能室它整个效果可以凸显出来。所以基本上这个电视墙柜啊，兼具了美观之外，实用性也非常的够。特殊灰色调石材局部镂空处理，客厅的现代感自然散发出来。而在屋主一家人最常聚会的餐厨区域，会有什么样的设计巧思呢？听说男主人非常的喜欢做料理，所以这个空间对来说是非常在意的，因为亲戚啊家人都在这里享用他的料理。是，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一开门的时候会看到厨房，它只是一个隔间墙一个门。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整个空间有玄关也已经阻隔掉了，那这个餐厨空间平常其实它可以做一个比较所谓半开放或全开放式的一种设计方式，因为我们希望说，其实除了热炒之外的时间，这个厨房跟餐厅是互动是好的，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面打掉之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类似吧台的空间，其实这个空间下面其实是完整的收纳柜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餐厅是一个圆的一个设计概念。那通常我如果在空间许可的情况下，我个人蛮喜欢做圆桌的，因为圆桌彼此家人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然后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空间。是，那这个圆桌的上方我们是做这个圆形的造型吊灯，搭配这个圆形的间接照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形的设计方式，它有一点
斜角，然后上面做间接，然后有个灯光的设计方式，可以让这个餐桌有一种比较奢华的感觉，但是又有温馨的效果。是，而且我注意到我们的餐厨空间的中心点呢，其实旁边两面有非常大的两面的推拉门。对，那推拉门一边呢就是刚刚说多功能室，一边就是厨房。对，那我想问一下建制，为什么两个的拉门材质上面好像不太一样？好，我们先讲就是往多功能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其实是一个合适兼客房还有多功能房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平常不会用，但是我们希望它是透光的，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的拉门本身是上下是轻玻璃，中间是用这种波纹的玻璃，所以波纹的玻璃哦，让它有一点视线的阻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确定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加装窗帘，然后拉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不透视。对，那平常这个空间我们当作是一个娱乐的空间。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这边有个架高的空间，那个架高的地方是大概40公分。那下面它可以做完整的一个收纳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有一个比较深的柜子，其实可以放一些衣物。假设有客人要来，然后要住在这个地方，刚好这边可以放衣物。然后下面我们故意做腾空的设计，也就是说，当你有比较多的杂物，或者是像有一些抱枕啊，你就可以放在这个柜子的这个悬空的这个下面。那这个多功能是比较大的地板面积，是一个局部架高10公分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架高是想说，万一说还有小朋友的时候，他可以在这边玩。那大人在这边吃饭，可以看到小朋友在这边玩，它形成一个好像是大人跟小孩可以共用的一个休憩的空间。那或者是这个地方可以摆麻将桌，也可以是一个打麻将的空间。我觉得是蛮多功能的使用方式。好贴心哦，已经把家人之后未来的几个阶段，或是有亲朋好友来，所有的方向都已经设想好了。对，那另外一个拉门，就你刚刚问到，就是其实就是厨房的拉门的部分，因为这个厨房的空间平常不主观的时候，它是一个呈现开放式的感觉，因为我们希望轻食料理，或者是平常只是可能切个水果泡个茶，其实餐厅跟餐厨空间、厨房空间是一个互动的空间。然后呢，但是你要做这个大火或热炒料理的时候呢，你其实还是有玻璃门可以拉起来。那这个玻璃门拉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主持人有提到嘛，因为我们这边是男屋主很会煮饭，那我们希望他在煮饭的同时不要太孤单。对，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在表演，大家知道他在忙，但是不是可以适当来做帮忙？好，我觉得这个玻璃的穿透性可以适时的让家人的互动上会更好。在大坪墅的空间中，深色系的建材展现气势，搭配浅色木皮，让现代休闲的氛围自然流露出来。在餐厅通往卧房的艺术廊道中，也表现得相当精致哦。在这么大的空间当中，屋主一定有一些展示品要摆。那这个展示品我们不放在客厅，我们先从餐厅开始，因为餐厅也是他们常聚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具有纪念意涵的，或者是一些饰品，其实可以放在餐厅这个地方。那因为比较特别一提，就是说，因为屋主的儿子很喜欢收集跟棒球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公仔都很特别，然后都是他很花很多时间去收集的。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廊道空间，因为从这个廊道往后面走是儿子跟媳妇的房间嘛，那是不是展示品不要放太多在房间，有一些就放在这个廊道的空间。对，在公共空间可以让大家一起观赏。对，那我想要讲这个廊道的设计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材质我们有搭配木皮。对，那这次的木皮的设计方式，我们是从这个廊道往前，在餐厅跟厨房这个界面这边哦，整片用天花板用木皮的方式，整个连接到这个廊道空间，让这个设计它有一个一贯性在里面。那到这个廊道的时候，又做斜屋顶的方式，其实这种方式用灯光去表现那个斜屋顶，然后加上旁边的这个展示柜，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艺术的廊道，然后可以摆放屋主很喜欢的这些收藏品。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这个廊道跟整个屋顶制造出来的氛围感耶。好，那这边我还想要提到，就是它的空间的改造，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门的开口的位置，那这个门的开口会导致说我们在餐厅会看到有一个门，而且会看到里面的床。是，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把门换个位置，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所谓展示柜。所以你完全客人来到这边，或者亲戚朋友来到这边，你看到这个走廊你会觉得很漂亮，对，但是你看不到房间门。我觉得这个设计方式是这个地方局部的改造，这个非常的贴心。除了位于门片让格局与视觉效果更完美之外，浅色木皮还向下衔接三个卧房的门片，门片特别拉高到顶，让大坪墅的空间更有气势。
来到主卧房的时候，我最羡慕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整个的五角形的休闲窗台。好，因为这个建商它的特色就是它有多出一块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五角形的这种休闲空间。嗯，那这空间它的采光面非常大，因为它有好几面的窗户嘛。那我们在这边的设计的方式就是说，有一个类似卧榻区域的地方，因为这个卧榻区域沿着这个窗型来做，下面可以做收纳，那上面放个软垫，然后再做个靠垫，其实坐在这边可以聊天啊，可以谈事情的一个地方。对，那旁边我们还在做一个类似工作桌的空间，嗯，也就是需要用电脑或者是需要在这边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工作空间也蛮不错的。对，我有注意到，因为五角形的窗台，可是这边呢却有两种不同的窗帘。因为这个卧榻区哦，它的窗台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这边是用一般的蛇形帘，就是希望可以完全做遮光的效果。但是在桌子的这个地方哦，因为窗帘高度不一样，我们就换成这个所谓风情帘。那风情帘也是屋主希望说，它可以透过这个侧边的这个风情帘去做一个调光的设计。而且我发现跟刚刚建志说的一样，就是个人的隐私啊，还有打开门的时候，你一开始不会先看到床，其实刚进来真的打开来不会看到床耶。对，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当中是一个完整的睡眠区域，不会被这个房间门打开做干扰。因为后面有一个区块是所谓的更衣的空间，比较像饭店的概念，就是你进主卧室的时候，你可以先进厕所，或者到更衣区去换衣服，或者厕所出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回转的空间，至少在睡眠区域它完整保持一个私密空间的私密性的概念。而且我们进到了儿子房，它的概念其实一样，因为进去的时候一样是先遇到更衣室，再遇到睡眠区域。没错，那这个儿子房的更衣空间它比较特别，是因为万一这个儿子房的门打开来的时候，其实刚好被阻隔掉，你不会看到这个里面的床的这个空间。是，而且其实更衣室啊，刚刚好就真的把厕所，因为我们不喜欢厕所门打开的时候厕所遇到床，对，这也好巧妙。对，那进入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用比较浅色木皮去做一个整体的设计。那墙面呢，我们用一些硅藻土去做一个比较素面墙壁的设计。那我觉得硅藻土本身的纹路搭配这种浅色的木的感觉，是比较淡淡的休闲的感觉。那因为这个年轻的夫妻哦，这个太太她希望是比较有活泼的感觉，所以我们用窗帘来做跳色，至少让这个空间的浅色木皮加硅藻土，它又搭配了一些跳色的元素，让空间稍微年轻一点。哇，真的看到很多细心的地方放在设计里面。那今天呢，真的非常的过瘾，也很谢谢建志帮屋主呢打造一个适合两代同堂的空间。想欣赏更多周建志设计师的作品，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